哎，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？今天的故事发生在一局生存中，两位小萌新开了一局无魔组生存，玩家和朋友刚开局就找到了钻石，玩家很兴奋，开局就能找到钻石，这得多幸运，马上就能制作钻石镐了。说着，大方的朋友将钻石扔给了玩家，很快两人人手一把钻石镐。下一步的打算，玩家和朋友商量了一下，制作一个下界传送门，去下界探索吧。两人一拍即合，朋友负责制作传送门，很快传送门就做好了。老规矩，认为自己超级牛的，请动动你牛气的小手，长按屏幕中的点赞支持试一下。但是现在玩家二人谁都不敢第一个迈出脚步，毕竟两人才刚玩 MC 没几天。朋友听妈妈说下界很危险的，无奈玩家决定自己做第一只吃螃蟹的。可当他走入传送门后，进来的地方却是这样的。 What？ 这很明显不是下界呀！玩家和朋友都很疑惑，这和他们印象中的不太一样。在这个密闭的空间，玩家还发现了一块告示牌，上面写的大概意思是进入到这里的几率是100万分之1，也就是说100万次中才有一次可以进入到这儿。玩家一看，那自己也太幸运了吧，刚开局没几分钟就获得了钻石，现在这么低概率的事情又让自己遇到了啊，死鬼！但是事出反常必有妖，玩家与朋友还是觉得有些不正常，于是他决定将周围的墙壁挖掉，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通道。但随着玩家一点点的用钻石镐挖开后，映入眼帘的是基岩，看来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基岩密闭空间。玩家与朋友决定原路返回，可回来后自己的小屋却着起了火，这是啥情况？出去是好好的，回来家没了。随后朋友发现传送门上多了一块告示牌，他叫玩家赶快过来看看。看完告示牌上的话后，玩家感觉头皮有点发麻，因为告示牌上面写着你输了，他必须要被释放。谁要被释放？玩家顾不得想太多，他赶忙回到木屋继续灭火，而朋友却在思考这一切到底是谁在恶作剧。但服务器就他们两个人，并且还设置了密码，根本不可能有第三位玩家能加进来。为了尽快的弄清楚真相，玩家与朋友分头在附近探索。玩家走了没多久后，便收到了朋友的消息，朋友说他发现了一些异常，给了玩家他的坐标。玩家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朋友所处的位置，顺着朋友所指的方向，玩家看到了前方有一座雪山，但朋友却说这不是雪山。随着玩家慢慢靠近这座白色的山脉，这还真不是雪块，而是白色的混凝土。玩家想起来之前进入那个密闭的空间也是白色的混凝土。更加奇怪的是，玩家二人随后又发现了长在混凝土上的合金幻术。哎，你们说这事奇怪不奇怪？于是二人继续在这片区域探索。前方高能叫到了，老规矩，认为自己超级牛的，请赶快在弹幕打出我超牛，激活弹幕护体吧。没走几步后，玩家的屏幕突然提示你已经进入白色末影龙的巢穴。 What？ 白色末影龙的巢穴？两人还没反应过来，随即一声声嘶吼声传着玩家耳膜，抬头望去，天空上是一只白色的末影龙在展翅翱翔。说着，只见这只白色的末影龙不断地向下扔白色的混凝土，但当玩家拾取这些白色的混凝土时，却发现名字不对，这个名字叫做死亡白色酒，这是啥意思？玩家与朋友感觉不妙，此地不宜久留，还是赶快溜吧。但是这个白色的末影龙一直追着他们两个。接着，玩家的屏幕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，很快，玩家与朋友便开心地嗝屁了。